妈，妈，这怎么带回音啊？这，妈，行，我知道了，面条我吃了，鸡蛋我也吃了，什么？礼物我也收着了，棉衣、棉裤、棉袜子、棉手套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还穿这些？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下班了，妈啊，这怎么着？再见啊，拜拜。切，多唠叨！高小攀，小攀，哎呀，经理，停！经理，狗年，你应该撵狗去，你撵我干啥呀？这话让我说的，七岁，过来，有什么任务，请指示。交代你个事儿，我妈来了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，呀，欢迎啥呀？啊，过来逼婚来了。哇哦，好事儿啊！经理，不是我说你，就你这性格，就你这一把年纪，阿姨这事儿办得对。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，过来帮我个忙。经理，什么叫帮忙啊？虽然现在是下班的时间，但是你的事儿肯定办。当我男朋友办不到。第一，你不可能看上我；第二，我也不可能看上你；第三，我有了心上人罗艺人。我跟我妈说我有男朋友，她今天非要见一下。你假扮我男朋友，帮我把我妈送走。骗你妈吧！经理啊，你算是找对人了。别说骗你妈了，就在骗我妈这一块儿，我爸都得求我。那我这事交给你了，你别给我搞砸了。我现在就把我妈接过来啊啊！放心吧，我的爱人交给你了。去你的吧！高小攀，吓我一跳，就把自己大事儿都给忘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你还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不光知道今天是你生日，我还给你准备了这个。你还给我买了生日蛋糕。你想多了，我有钱给你买呀。那这是谁的呀？这个人啊，你肯定想不到。有那么神秘吗？神秘。有那么意外吗？绝对意外。罗艺人，李宝杰，拿回去，你快拿回去，这个都拿走。哎呀妈呀，不是，那李宝杰对你挺好的，你就从了他呗。你怎么不从了他呀？哥，我又不缺心眼儿。那你那意思我就缺心眼儿呗？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你和罗伊人你们俩根本就不可能。哎呦我不是，哎呦我去、哥啊，你是想捂我嘴不？别费劲了。不是，我这过生日的，你能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吗？你赶紧呸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来哥你坐这儿，我给你打个比方啊。你追罗伊人就好比那狗追车，狗天天追车，天天追车，你看哪条狗上车了？你咋来的呀？坐车呀。这不完了吗？我不管了啊，反正不管你收还是不收，这蛋糕必须在你身边。凭啥呀？这蛋糕就得在我旁边啊。这微信红包我都收了。大飞呀，你就受了人家那么一点点的恩惠，你就把我往火坑里推，龌龊，埋汰，脏，呸！那你要不收，我只能在这看着你了。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走，一会儿我丈母娘来。丈母娘？哎呦，我说高小攀，你前面惦记着罗伊人，后面拖着个李宝杰，怎么中间还出来个丈母娘呢？肮脏，龌龊，埋汰，
呸！经理他妈，干净，漂亮，够用，嗯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！你啥时候跟经理？不是你有点误会了，这个经理他妈今天来，让我扮演经理他男朋友，演戏呀？骗他妈！假的呀！啊、哦！哎呀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小潘，小潘，小潘呐、啊，哎呀，你就是小潘呐、啊，这脸盘子也不小啊。阿姨，我不是小潘，啊、我是大飞。你是大飞呀、啊？哎，那你上一边飞去。小潘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小潘，阿姨，小潘，阿姨，小潘真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你看，阿姨现给你包的三鲜馅的饺子，我就爱吃饺子，太好了，来，那你先尝一个啊，哎呀，这饺子我一个里放三个虾仁呢，来来来，哎呀，那你再吃一个，来来来来来。那你也吃一个，你不吃还是小潘吃，来来来来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啊崩，啊崩，那既然不吃啊，阿姨就把它收起来。阿姨，给我吃俩呗，我都饿完了。行行行行，来，那给你也吃一个。哎，谢谢阿姨，好吃啊！哎，这是我男朋友啊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，帅吧？帅，相信了吧？相信。那咱回家吧啊！啊，不不不不不不回家，我还有很多话要跟小潘说呢啊！别吃了，这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去办公室拦住李保洁，我随后就到。欧子，别说话，崩。小潘，小潘，哎、来来来，哎呦，坐这儿，阿姨有很多话想问你。嗯，你问不住我啊。啊，不是，阿姨，我健谈。啊，那太好了，阿姨想问问你，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姑娘啊？喜欢，老喜欢了。那你喜欢她哪儿啊？喜欢哪儿啊？啊，阿姨，你猜？那肯定是我姑娘优点多，你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。嗯，我女儿啊，漂亮，爱美，从小就喜欢给自己弄发型。嗯，那一到那理发店就跟理发师说，给我来个平寸、板寸、圆寸、大方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再我就没了。我女儿不光漂亮，还特别善良，有爱心，特别喜欢那些小动物。嗯，喜欢小猫。不对。小狗。也不对。那喜欢啥呀？毛毛虫、羊喇子、扑蛾子。你看把他吓得，哎呀，那些小朋友跟你一样，你们越这样，我女儿越愿意把这些小动物分享给你们，就愿意往他们脖领子里一样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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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愿意往他们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别，阿姨，我刺挠啊。妈啊，我找不着事干啥呀？这不回家吧？不，我说多点，让他多了解了解你啊。来，那个你了解了吗？嗯。没问题了吧？嗯，都知道了吧？嗯，回家啊！不不不，来来来，回什么家？你怎么老让我回家？坐下。你看这一对儿多漂亮，多般配呀！小潘呐，阿姨还想问问你们，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三个月。阿姨啊，我们认识了一年零三个月。啊，那你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喷泉。不用解释了，阿姨猜着了，一定是喷泉里的公园。喷
妈，你咋那幽默呢？这是公园里的喷泉。哎、对，那喷泉老好看了。妈，你要不想回家，我带你去看。不回家。完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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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碰到了什么就完了呀？李宝杰来了，拦不住了。那太虎了，那真拦不住啊！你这样，你先把蛋糕带走，我随后就到。欧了，快去！哎，阿姨，哎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走不了了。哎呀，还是姑娘好啊，一直记得妈的生日。我当然记得了。妈呀，太好了！我说怎么把妈带到这儿来呢？指定是想跟小潘一块儿给妈过个生日。小潘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把这东西都收拾起来，过来过来来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姑娘！哎呀，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啊，切蛋糕啊！不能切，切蛋糕是小潘的，小潘给我妈买的，对不？小潘，对，我给阿姨买的。啥玩意儿？就你给阿姨买的呀？啊，那不宝洁买的吗？宝洁。这宝洁是谁呀？小潘。宝洁啊，宝洁阿姨啊，宝洁阿姨，宝洁是个阿姨吗？宝洁阿姨吗？呀，你看你这孩子，妈过个生日，告诉人宝洁阿姨干啥呀？啊，人在哪儿呢？搁这儿呢，搁这儿呢。停，小样跑得挺快呀，还好截腿长，嘎，都等我呢吧，让开，往里窜，窜，窜，哎呀，这都摆上了，咋样啊？蛋糕喜欢不？喜欢。蜡烛插上啊，插上。哎呀，插上。点上啊，啊，点上。小潘，点上。这蜡烛也点上了，那咱们就一块儿把它吹灭啊！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过个生日咋还能过错呢？错了，搁这儿。小潘呢？还谁呀？你阿姨。小潘，他是谁呀？宝洁阿姨。阿姨你好。别管我叫阿姨，小潘管你叫阿姨，那咱俩就是同辈儿，我应该管你叫老妹儿。阿姨你说啥呢？你都说懵了。你先别懵啊，还得感谢你呢，知道过生日买了个大蛋糕啊，那不都我应该做的吗？行，既然人都来全了，那咱们就赶紧选个日子把结婚的日子定了啊。啥？阿姨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您能做主吗？我是他妈，我干啥不能做主啊？妈呀，小潘，你妈来了咋不提前告诉我呢？这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多尴尬呀。大妹子，你先别尴尬，一会儿你会更尴尬。弄错了，我不是他妈，我是他妈。哎，这是我姑娘，这是我姑爷。那我谁呀？你是宝洁阿姨吗？啥啥玩意？我就是宝洁阿姨呀。不是，我叫李宝洁，但是我不是阿姨呀。阿姨，你不管是谁都是他们阿姨，你快请坐，咱们就是选个日子把他们俩的婚事办了啊！赶紧选个好日子。小潘，你想哪天好啊？你说哪天结婚好？让阿姨，等等，小潘，啊，小潘，你听阿姨的，你听人给我听的，呀呀，别跑了。
实话吧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喜欢他，他喜欢别人，他啊不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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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谁来都重要啊！今天最重要的呀，就是小潘和我女儿选个好日子，把结婚的时间定下来。妈，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？我骗你了，知道你是骗我呢，我早看出来了。你别说了啊，小潘，你知道我骗你，那你在这逗我玩呢？那玩就好好玩嘛，妈跟你们接着往下玩。来，小潘，你看你没对象，小潘也没女朋友，你们俩就好好处处，万一处成了呢？妈，你啥意思呀？你整得像我没人要似的。妈没那个意思，妈就是希望你赶紧找个人结婚，有人照顾你。我不需要。妈，我都多大了，你老担心我啥呀？一天磨磨叨叨全是这些事儿，你有没有对象？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？什么时候带我见一下？什么时候结婚？妈，我真不想这么跟你说话，但你都快把我逼疯了。我今天就告诉你，男朋友我不找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找了。别别别，你别说气话啊！现在不找没事，以后咱慢慢找。你要嫌妈在这多事儿，那行，妈就订张火车票回去。来，小潘呐、啊，你帮阿姨订张火车票，我这眼睛有点看不清楚。来，妈，你眼睛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来，不对，你以前眼神挺好的，现在怎么看不清了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妈妈就是之前呢眼睛不太舒服，我到医院去看了，大夫告诉我说我是白内障。白内障啊？别紧张，已经做完手术好了。你还做手术了啊？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你工作忙啊，妈要告诉你了你不得回家陪我吗？妈怕耽误你。不是，妈，你啥意思呀？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跑过来盯我男朋友的事儿，那我说你啥好呀？不是不是，姑娘啊，妈没别的意思，妈今天来，妈今天来其实就是想你了。妈最近呢、啊、经常做梦，这梦里边啊都是你小时候的事儿，梦见你第一次跟我叫妈，第一次上幼儿园，还梦见咱们娘俩捉迷藏，你找不着我了，你就在那儿大哭，你说妈，你藏到哪儿去了？你快出来呀，我怎么找不着你了？这醒来之后啊，仔细想想可不是。